火龙果就做紫色的。对，这个是颜色最艳丽的。加山泉水的，如果只单单换水的话，就是只有透明色的。对，只有透明。黄瓜的，一个水果就一个碗。对，不碗就是一个。黄瓜要过滤啊？要过滤一下，然后用渣子再冻一冻。可以弄个七个颜色：赤橙黄绿青蓝紫。啊，我自己弄过一个。葫芦娃颜色凑齐的。那一次要做多少个？我大概一次也就是20个左右。20个，那相当于客人要吃也是一天只能做20份左右。那不一定，可以看我能储存一下。储存起来啊、嗯？是要换48个小时啊？就是说时间成本很高，冰碗贵在哪？贵在水果也不少钱，而且这还是一次性的。哎，对，必须是一次性的。这个现在等它3-5分钟以后。这是火龙果，水果的，这个碗也挺大个的。嗯。哦，袋子你也好提到店里去。一个是好提，再一个它生开。你老公在店里面，平时这些东西我都不用他、他着急，他在那等半天，有的时候他拿的是东西一撬什么的，冰碗嘎一下碎了，你这还是要细心的。他光着急，这是冷面。看我一下粉，我们那边叫面酱粉。在厦门几家店？这个是老店，这是两家。3年前开两家店，您是东北的哈？我黑龙江的。这个算是也是你们那边特色小吃的。你们现在是定居这边还是？算定居。来厦门多少年了？4年。冷面它吉林的一个传统小吃，冷面是锦州人。东北是夏天吃还是冬天吃的？哎，都会吃。冬天不吃起来直哆嗦。有时刻吃的这个冰碗冷面，再配着烤肉油吗？有啊。冷热交替，冰火两重天。韩式的辣酱，自己做的辣白菜。这个碗客人可以吃多久就不能吃的？基本上30分钟之内吃吧。这个是冰碗冷面，像这个彩色这个是48，这个透明是28。如果你不用这个冰碗是18块，也拌着吃。我就试这个绿色的，里面东西全部一样的，这个苹果、这个辣白菜啊、蛋啊，各这酱料，还有花生米啊、黄瓜丝，底下是面，现在拌均匀了就可以吃的。夏天很爽，碗是冰的，这冷面是冷的，来试吃一下。哇，冰爽冰爽，它是辣酸甜三个结合在一起，辣不是很辣，甜也不是很甜，最爽吃起来冰冰凉凉。不用去东北人吃东北美食，它的冷面很有劲道，很长。我试一下，还是冰的。哇，好硬啊，有黄瓜的味道。这酸爽，非常开胃。它这碗是一次性的，没法重复利用的。人家吃完可以再碗的，他这个冰碗冷面哈，他们家店里面常菜单的，他们家主要做烤肉的，在冒着冷气，来这个碗可以拿去摔掉。